各位好，我是李澤浩。海關去年偵破12000宗南下走私案，按年急增5倍。除了走私肉類，還有未完税香煙和名酒，甚至是寵物，比走私北上多60倍。疫情期間有不少人走私貨物回內地，但是海關說恢復正常通關之後，去年一共偵破大約12000宗南下走私案，按年急增5倍，至於北上就只得200宗。走私物品种类方面，南下主要是未完税香烟、名酒等等，北上就涉及濒危物种、药物。大家都是一些可能是即系旅客一些比较少量的一啲违规嘅情况咯。我哋最紧要咧就系阻截一些即系违禁品即系进入香港先。咁所以咧变咗咧，我哋嗰个执法嗰个重点咧，始终都会多啲系入口嘅。咁但系唔代表我哋出口唔做。我哋出口咧就會即係以一個即係風險管理啦，亦要睇翻嗰個走私趨勢啦。南下走私宗數上升嘅，仲有偷運寵物入境。深圳部分寵物店更加標榜3小時直送香港。何佩珊話：基於供求，呢一類案件唔會停止。雖然宗數增加，但係整體數量有減少。我哋截咗一隻快艇咧，發覺咧上面可能有幾廿隻甚至100隻嘅呢啲唔同類型嘅寵物。在上面咁樣，咁但因為咧全面通關咗之後啦，咁而家咧佢哋嗰個走私集團咧就改變咗個模式，就用一啲馬來搬家，用一啲旅客嘅形式咧就將呢啲寵物帶過嚟，同即係內地深圳執事局嘅一個合作，佢哋喺源頭嗰度，即係你所謂嗰啲鋪頭啊，睇下嗰個來源喺邊度，跟住然後就即係大家合作做一個調查，跟住我哋喺香港咧就收網。除咗同內地合作，海關亦都有同國際交流。何佩珊7月將會接任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區副主席，任期2年。佢話會舉行大型會議，能力工作坊，促進亞太區內嘅情報交流同埋緝私技巧。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西方國家接連抨擊本港，佢相信唔會影響合作。我又唔覺得應該有所謂其他考慮啦，即係我如果我當呢啲係叫政治考慮啦，你唔同我合作，其實可能係反而影響咗你哋自己嗰個國家或者地區嘅安全。而你不同我合作，我亦可以跟其他人合作。何佩珊系继曾俊华之后，相隔超过20年，再做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一职。无线电视记者刘传玉报道。海关又打击私烟买卖，过去近2个月检获约150000支怀疑私烟，估计约值61万，拘捕近180人，大部分是私烟买家。海關晏晝喺深水埗截查3名分別23、59同埋67歲嘅海員男子，喺各人身上檢獲200至800支懷疑私煙，佢哋都報稱屬於自用用途。根據應課稅品條例落案起訴3個人。海關話自2月19日開始展開大型反私煙特別行動，至今合共偵破179宗街頭販賣私煙案，拘捕179名男女，年紀最細17歲，最大86歲，大部分都是私煙的買家。檢獲大約150000支懷疑私煙，估計約值61万，應課稅值大約43万，過半的涉案地點在深水埗、觀塘、屯門和荃灣一帶。海關重申會由上中下游不同的層面嚴厲打擊私煙買賣。我亦都發現購買私煙的人士有年輕化的趨勢，在被捕人士緝獲的私煙由最少的100支到最多的6000支，大部分都是供被捕人士自用的。我在此重申，買賣私煙均屬違法，無論是買一條還是買一包，我們海關都必定會嚴厲執法。所以我們是必須在此呼籲，千祈不要為了省少少錢而去購買私煙，絕對不值得這樣做。根據條例，任何人如果處理、管有、售賣或者購買私煙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判罰款100萬和監禁2年。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昨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行主題講座，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以視像致辭說，中央會推出更多惠港措施，香港的優勢不會被唱衰。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灣仔會展舉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北京視像出席並且發表主旨致辭，提到香港上個月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立法會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這是一國兩制實踐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今天的香港告别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彻底终结了维护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历史。夏宝龙反驳外国政府宣称立法打击香港营商环境，香港仍然是全世界营商环境最好的地方，是干事创业、赚钱盈利、成就梦想的最好地方，就如宇宙中的太阳，乌云永远遮不住它的光芒。香港的繁荣不是几篇文章、几声鼓噪就能唱衰的，香港的发展也不是几只螳臂、几条蝇腿就能阻挡得了的。让那些见不得香港好的人去哀鸣吧，香港的明天注定辉煌。夏宝龙话，中央会推出更多惠港措施，但系提醒市场结构、消费模式已经改变，香港要积极求变。传统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维、新办法、新路径解决面临的问题，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夏宝龙又说，要实现由治及兴，就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更不会因为产能过剩论而停滞不前。融入国家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国际、拥抱世界，是为香港的独特优势和香港的发展扩容赋能。近半个钟的发言，夏宝龙强调香港的发展不可阻挡。在每个经济发展周期，香港人总能在危机和变局中抓住机遇，开创新局面，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发展奇迹。我们坚信新时代列车香港号的车轮一定会滚滚向前，不可阻挡。谢谢大家。夏宝龙又话，特首同埋特区政府作为当家人，一定会将高质量发展放喺第一要务，以更有力嘅举措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又相信社会各界会团结一致，拼经济谋发展。无线电视记者翟月文报道。另外，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开幕礼时话，要继续加以防范同制止敌对势力持续攻击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后，国安威胁仍然存在，必须要解说清楚，条例明确尊重保障人权，亦都坚守法治原则。敌对势力从根本上是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击我们，这些敌意态度会是长期和持续性的，不会自然消失，因此有了国安法律的保护，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仍会像冰毒一样继续袭击我们，因此我们不能好了伤口忘了痛。李家超说，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隐蔽要提高警惕，外国情报人员或者是外国代理人会隐藏于不同行业做掩饰，间谍甚至会以平民百姓的身份结婚生子，几年后才做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动或者
窃取国家秘密后消息匿迹。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代表亦都有出席。中联办主任郑雁雄提醒，外部势力仍然会继续妖魔化香港，需要强化国家意识。连一些西方知名媒体也都参与造谣污蔑，一些谣言谎言已经到了无底线的地步，就像豺狼已经在撕咬我们的家门。中央驻港广公署署长董经纬就话：香港高度开放同自由，极之容易被反对势力干扰利用。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驻港解放军就话会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同埋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无线电视记者钟卓希报道。德国总理索尔茨抵达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今日会同佢会面。索尔茨之前喺上海同大学生交流，话德国市场欢迎中国汽车，但必须公平竞争。在访华行程的第二站上海，德国总理索尔茨到同济大学同学生交流。他说德国市场欢迎中国汽车，又提到欧洲市场必须同中国汽车展开开放公平竞争，不应该存在倾销、产能过剩，亦都不接受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索尔茨还说，当年日本和南韩汽车打入欧洲市场的时候，民众曾经担心日韩汽车会征服欧洲市场，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索尔茨亦都到访浦东参观德国聚合物生产商科斯创的创新中心，公司向索尔茨一行展示在循环经济领域的创新成果。路透社报道，索尔茨被记者问到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保护自己免受中国产能过剩影响有什么看法，索尔茨说有保留，并且说星期二在北京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会提出公平竞争的议题。现时有大约5000间德国公司在中国营运，有公司负责人认为索尔茨今次率领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华可以加强两国关系，坚定在中国的投资信心。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报道。休息回来有其他新闻，转头见。这次先看看财经消息。美国建屋商信心继续向好，美国全国建屋商协会公布反映建屋商信心的房屋市场指数四月维持在51，和市场预期和三月数值都相同，指数高过50，反映有较多建屋商看好楼市。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最多升超过400点之后升幅收窄，道指升近162点，报38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16点，报5139点。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斯认为，如果当地通货膨胀持续放缓，今年内可能减息。不过美国上月零售销售数据好过市场预期，就令减息预期降温。高盛第一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早段曾经升半成。美国电动车生产商 Tesla 全球裁减10%员工，股价曾经跌超过3%。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跌30点，法国 CAC 指数升34点，德国 DAX 指数升96点。其他消息，立法会财委会召开特别会议，审议政府各部门预算。对于中小学适龄学童人数大减，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会尽早和办学团体商讨组合并和重置规划。本港适龄学童人数持续下跌，教育局估计2028年小一学童的人数将会跌穿40,000，2029年进一步减至31,500人，较今年少36%。在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上，教育界议员表示关注。疫情和移民潮导致小学学龄人口急跌，在现行的措施如果不再变的话，显然是会造成大规模的缩班杀校。教育局有没有评估过
未來幾年咧係會有幾多間小學因為收生不足而失效呢？小學嗰度咧，我哋係用各種嘅方法咧，係去讓我哋嗰個嘅人口下降呢一種結構性嘅人口下降咧，係對學界嘅衝擊係減到最少，都早早同辦學團體去商討，咁咧務求咧係佢哋喺及早咧能夠做好呢一個規劃，包括係合併啊，或者係申請一啲嘅重置計劃，新發展嘅地區需要嘅學校，我哋都係用重置嘅方式，加上全面推動小班，亦都係喺嗰個嘅即係嗰個各種嘅，包括減少咗一個購門位呢啲嘅措施嗰度咧，我哋都見到咧係做咗好多功夫去穩定呢個情況。對於政府未有要求辦學團體為停辦嘅中學設三年過渡期，蔡若蓮強調要以學生嘅福祉為最優先考慮。如果個別辦學團體佢個辦學能力確實係唔得嘅時候咧，勉強即係為咗嗰間學校存在而隔硬存在咧，這個亦都係會對學生造成傷害。會上面多名議員關注患精神病嘅中小學生喺過去五年增加咗超過兩倍，但係相關嘅支援預算增幅只有三成。當局解釋是精神健康的定義有所擴闊，疫後重新適應學習都會令數字增加，會同家長、學校等加強合作，推出多項措施提升學生的抗疫能力。無線電視記者陳翠康報導。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案續審，重返證人串謀者陳子華說，黎智英計劃在海外搞展覽宣揚抗爭的影響力，同時想用武派克制，擔心縱火燈行為會失去美國支持。審訊嚟到第六十日，黎智英同重返證人陳子華分別由囚車押送到西九龍法院，繼續由控方提問陳子華。證人講到2019年七月喺上環由何俊仁細佬開嘅餐廳第一次親身見黎智英，係李柱明打電話叫佢出席。入包廂之前，按黎智英要求，因為保安原因要交出手機。黎智英特別叫陳子華聯絡一啲勇武派領袖，因為勇武派令到畫面唔靚。黎智英認為勇武派縱火破壞公共設施等，會失去國際支持，尤其係美國嘅支持。於是提出淨化計劃，希望陳子華叫佢哋克制。陳子華感到黎智英相信勇武派有大台，有一組領袖下令同指揮。又話：如果你哋年輕人做唔到嘅嘢，可以利用我傳媒嘅力量就可以做到。陳子華提出兩項困難，話喺網上確認唔到對方係咪勇武，而真勇武亦都未必會認。其後向黎智英交代聯絡唔到。控方問到當日會面李柱明亦都在場，有冇發過言？陳子華答有，佢話試下啲刺身。黎智英之後要求陳子華收集 G20 登報計劃20份報紙，舉辦展覽，延續影響力。話因為並非所有人都會睇報紙，提過想喺德國、美國紐約、台北等地方展出。之後黎智英贊助咗30,000元喺港島唐樓辦展覽，並出資大約140,000擺街站，俾人睇刊登咗文宣嘅報紙。麥塞文亦都曾經打電話俾陳子華，叫考慮喺美國華盛頓國會山租用商務辦公室做展覽或者遊說中心。陳子華話自己當時冇興趣。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軒報導。各位好，我係李澤浩。證監會批准至少3間基金公司同持牌交易所合作，容許市民以證券户口購買現貨比特幣同以太幣。有業界人士認為措施有助推動虛擬資產交易發展同埋增加稅收。而家投資者想購買虛擬貨幣，需要去到虛擬貨幣交易所開户口。多間基金公司宣布已經獲證監會批出牌照，同市面上2間持牌交易所合作推出虛擬資產基金產品，即係市民可以直接用證券户口購買現貨嘅比特幣同以太幣，唔需要再喺交易所開户。以往有可能有啲投資者佢哋擔心安全性啊，又或者佢哋唔熟一啲佢哋以往冇接觸過嘅平台咧，咁其實而家可以通過佢哋最熟悉嘅渠道。通過他們以往已經常用的證券帳戶 去做這個投資，我覺得一定是有吸引力的，對投資者來說亦都是某程度上多了一層的信心的。
因為有啲好著名嘅基金經理喺後邊管理呢個產品啦，去確保呢個產品嘅安全性啊，同埋確保呢個產品，譬如話佢係同一啲指數掛鈎。有業內人士認為新措施對市場帶嚟正面效果。Bitcoin 現貨 ETF 咧，就係啱啱美國啱啱呢幾個月去推嗰樣嘢咯。咁佢一出咗個 Bitcoin 現貨 ETF 咧，你見到成個 Bitcoin 個市場係好生猛嘅。美國咧未有 ETH 現貨嘅 ETF 噶，咁所以香港呢一彎咧叫做係超前咗美國噶。有一啲可能喺美國買唔到嘅，佢會用個方法喺香港度去有個 structure 去通過咁樣嘅合法嘅渠道去做只 ETH 嘅 ETF 咧，可能係有機會嘅咯。有立法會議員就話：新措施有助吸引投資者，亦都可以帶動本港經濟。一啲企業或者家族我都聽過嘅，佢哋好想參與，但係哎呀，開個錢包又要唔知點樣開個户口，對佢嚟講好複雜。如果現有嘅證券市場，佢哋可以能夠參與到咧，最近一個活動啦，係呢啲 Web 3嘅嘉年華啦，咁其實帶到好大量嘅遊客嚟到香港，佢哋喺高消費嘅，咁嗰個禮拜其實大家睇到，無論酒店房間啊，同埋一啲高檔嘅食肆嘅地方咧，都訂得幾好嘅。咁變咗呢一個方面咧，亦都係可以引起一啲新嘅衝擊。佢又話政府要做多啲投資者嘅教育，等市民知道當中嘅風險。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消委會調查發現，超市貨品舊年平均售價按年升1.9%。加得最多嘅系朱古力、糖，其次系饼干同鸡蛋。消委会调查三间超市、八街、惠康同永旺百货依然嘅300项货品，发现旧年嘅平均售价较前年贵咗1.9%，加幅较上次调查略为回落。当中加幅最大嘅系鸡蛋、饼干同朱古力或者糖果，都达到双位数，介乎10.6%-23.7%。當中呢一款30粒裝嘅朱古力加價最多，由63.9加到去88.4，升近40%。原因可能係部分可可豆嘅主要生產國去年受到惡劣嘅天氣質素影響下咧，就影響到可可豆嘅失收，咁令到價格上漲，因而咧朱古力嘅售價亦都隨之上漲。至於減幅最多嘅包括急凍糕點、食米、急凍點心等等，約2%-3%。有市民就話：超市貨品價格不斷加，要慳得就慳。我哋係靠嗰啲生活津貼嘅，你都冇辦法嘅，食少啲咯，係嘛？慳啲食咯，之後俾一人飲兩罐嘅，飲翻罐咁啊。以前20蚊都買得到日本蛋嘅，間唔中，而家都唔得啦，平極都23蚊。盡量少買咯，即係啱啊減價嗰啲先買。百佳超级市场回复消委会话，面对跨境购物成行影响，令经营环境艰难，会继续提供优惠俾顾客。惠康就话已经扩大采购嘅国家同地区数目，搜罗物有所值嘅货品。永旺话会继续透过从海外直接采购等模式，降低采购成本，又会推出更多自家品牌商品。无线电视记者蓝浩杰报道。消委会又测试市面30款啤酒，全部都系发现检出生物胺，过量摄入或者会引起头痛。30款啤酒样本分别由超级市场、百货公司同零售店购入，其中2款生物胺含量较高。消委会话，生物胺系酒精发酵过程中嘅副产物，过量摄入或者会引起头痛、头晕等，甚至有机会引致脑出血。另外一款驗出一種霉菌毒素，攝入後30分鐘內可以引致嘔心、嘔吐、發燒等症狀。消委會又提醒要注意啤酒嘅熱量，飲一罐可以攝入200千卡，差唔多等於一碗飯。一日飲2罐，3個月內或者會增加5磅脂肪。暢飲之餘要適可而止。根據法例，肉類、蛋等食物其實都唔可以帶入境。臨近五一假期，海關同食環署都話會加強執法，亦都會派出偵緝犬協助。喺復常之後，港人成日到內地消費，部分人甚至會過關買餸。有人會買野味、生肉、家禽同埋蛋過關，但係其實呢啲全部都唔可以帶入境。你告訴我就知道了。我覺得可以在高鐵和飛機上再循環播放一下。生嘅肉啊，一般常識應該嗰啲係唔俾入噶啦，係嘛？
在疫情之前，海关每年检获大约1000宗非法进口受规管食物的案件，在去年复常之后已经回复至差不多的水平。在今年头一季就已经查获396宗，达到去年全年的40%。而今个月因应复活节假期，已经有大约90宗的相关案件，呈轻微上升趋势。檢控方面，食安中心去年檢控了1117宗違規帶食物入口的個案，較疫情前高了53%。今年頭一季已經有357宗檢控，達到2019年全年的一半。旅客一般是以隨身行李方式攜帶食物入境，運載食物的容器通常都是行李夾、手提行李、手拉車、紅白藍膠袋以及常見的紅色手環膠袋等等。市民過往可能佢淨係旅客可能就淨係隨身攜帶一啲受管制食物翻嚟，咁而家多咗港車北上可能佢會用埋私家車載翻嚟啦。呢啲食物喺走私或者運輸嘅過程之中，大都被置喺一啲危險嘅温度以及衞生環境欠理想嘅情況之中，導致微生物滋生，而來歷不明及未經檢驗嘅肉類更加可能含有經接觸或者動物傳染嘅病原體，增加食物安全風險的隱患。五一黃金週臨近，海關和食環署都說會加強執法，亦都會派出偵緝犬協助。合共7隊的檢疫偵緝犬會按風險管理的原則輪流分派去不同的陸路口岸。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英國政府發表香港半年報告，批評順月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影響香港市民權利自由，特區政府發聲明強烈譴責和反對。政府發言人說，所謂香港半年報告針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內容是無稽和失實。英國去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亦有訂立現代間諜罪行、外國干預罪等具有域外效力的罪行。重申中英聯合聲明核心要義是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沒有賦予英國干預回歸後香港事務的權利。英方對香港特區發表以政治凌駕法治、顛倒黑白的謀論，公然干涉中國內政，妄圖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注定徒勞無功。內地發表調查報告說，美國情報機構近年抹黑中方，對美方關鍵基礎設施發起網絡攻擊，目的是為了欺詐美國國會而增加網絡安全的預算撥款。美国近年多次指控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黑客组织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针对有关指控，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国内网络安全公司调查其中一个被称为福特台风的黑客组织，并且在星期一公开调查报告。團隊根據美方公開的惡意程式編碼等的資料，發現那個黑客組織雖然未有展示明確的國家背景，但同一個勒索病毒網絡犯罪集團類似，批評美方判斷是中國政府黑客所為的理由牽強。攻擊者呢可能會故意留下一些具有誤導性的線索，那他們可能會使用別國的語言、符號、時間戳作為偽裝成其他黑客組織的特定行为模式，以误导调查人员。因时引述外交部网络事务办公室说，美国情报机构提出指控的时机敏感，认同报告分析指是联同反华政客借机欺骗美国国会，不断增加网络安全预算。在获得部门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为美国对华关系增添了非理性因素。王磊又批评美国借此将网络安全和台海局势联系起来。我们反对利用网络安全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在台湾问题上打什么牌都是白费力气。王磊说，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和稳定符合中美和全球各国的共同利益，警告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维护中美网络关系的决心。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星期三举行大选，或者会影响中美在区内的角力。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将会相隔5年举行大选，改选国会全部50个议席，再由当选议员投票选出新总理。
69岁现任总理索加亚雷今次带领我们的党争取成为当地历来第一位成功连任的总理。索加亚雷自2000年开始曾经四度出任总理，他在上届大选胜选之后带领所罗门群岛同台湾断交，转为同北京建交，并且同北京政府签署安全协议。同索加亚雷不同，多个在野党都表明会废除同中国的安全协议，或者就此举行公投。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联合党党魁海尼洛雷亚，他曾经说希望所罗门群岛重新成为澳洲同新西兰的可靠伙伴，以及废除同中国的安全协议。另一个对手民主党党魁威尔亦都强烈批评同中方的安全协议。医疗、教育同基建亦都是今届选举的焦点，有在野党主张在基建方面减少对华依赖，转为接受美国同他的盟友帮助。另外有反对派领袖在大选之前指控中方介入当地的选举。而在北京，外交部说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支持所罗门群岛人民自主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主张各国在发展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时，应当坚持岛国自主，坚持发展为先，坚持开放包容，这也是我们发展中国同所罗门群岛关系的主张和政策。所罗门群岛选举经常伴随暴力事件，当局已经宣布为期一星期的禁酒令。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呼吁在当地的中国公民选举期间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前往高风险的地区。无线电视记者朱少麟报道。休息回来有其他新闻，转头见。有新闻时间，一个45岁休班警员涉嫌虐待一个7岁女童被捕，今日提堂。警方去年12月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一个7岁女童面上有瘀伤，怀疑被人不恰当对待。警方新界南总区跟进调查，同年12月中在荃湾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涉事45岁男人。他一个休班警员已经被停职，他被控一项故意袭击导致儿童受伤罪，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带有乙型肝炎病毒的女病人邓桂思2017年在联合医院治疗期间，怀疑因为医生开漏药出现急性肝衰竭，两度换肝后不治，终年44岁。死因裁判法庭展开死因研讯，案件在死因裁判官周慧珠席前处理，设5名陪审员。庭上读出事件时序，说邓桂思早在2008年诊断带乙型肝炎病毒。他女胡尚又在庭上作供，说患肾病的妈妈自2017年3月起经常觉得攰想呕，在联合医院留医。同年4月出现急性肝衰竭，转到玛丽医院接受2次换肝手术。及后想起妈妈因为肾病留医，为何后来肝脏有事，询问之后先得知同联合医院医生未有处方抗病毒药物有关。他希望從研訊了解涉事兩名醫生當時治療經過和決定。周海旋基金會向超過15000名下屆中學文憑試女考生發放現金資助。周海旋基金會宣布撥捐6000万港元，為全港就讀全日制官立及資助中學、匯報考出年中學文憑試的女學生，每人發放3300港元現金資助，以支付報考6科文憑試考試費，計劃可以資助超過15000名女學生。目標是第三季前向合資格學生發放資助。基金會期望透過計劃鼓勵學生不要因為代繳考試費取消而放棄應考。北京剛剛星期日舉行的半馬拉松男子組冠軍是中國選手何傑。不過有人質疑在比賽尾段原本領先的3名非洲選手特登讓賽輸給何傑，當局說已經接到投訴，組委會成立專組調查。賽事星期日朝早7点在天安門廣場開跑，有大約20000名的跑手參加。半馬賽事全長大約21公里，終點是奧林匹克公園中心區慶典廣場。
男子组赛事当中，大部分时间系三名非洲选手领先，中国马拉松纪录保持者何杰就紧随其后。何杰现在看起来好像略显吃力，对，有一点吃力。去到赛事尾段，见到三名非洲选手不时回头望向何杰。我们的黑腰外籍选手一直在是在跟何杰沟通了吗？临近冲线，其中一名非洲选手再回头望向何杰，并且做出揈手等的动作。之后见到何杰后来居上，期间那名非洲跑手继续揈手。最后冲刺了，加油！最终何杰以1小时3分44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比第二名快1秒。比赛之后，不少网民质疑三名非洲跑手是故意让赛，指出在赛事的尾段，三个人就变成何杰的领跑员，在后方护送他冲线。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提出质疑，并且希望官方给予交代。内地传媒报道，赛事其中一个赞助商何杰是代言人之一。那个赞助商回应说，仍然在度确认情况，并且同多方调查核实中。北京市体育局就说已经收到投诉，会有工作人员处理事件。无线电视记者曹嘉颖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在塞纳河举行的巴黎奥运开幕式，如果存有安全风险，当局已经有后备方案，会移师其他地方举行。另外，今屆田徑賽事跑道換上粉紫色，負責的工程公司說可能有助運動員創造更快紀錄。星期三將迎來巴黎奧運倒數100日，全新的水上項目中心、設於戰神廣場的臨時運動場和供運動員入住的奧運村等各項準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法兰西体育场内用于巴黎奥运田径赛事的跑道第一次换上粉紫色，而不是采用较为传统的砖红色。它的总面积达到21,000平方米，今年1月开始铺设，预计5月底完工。自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开始，为历届奥运设计跑道的意大利公司蒙多话，粉紫色的跑道可以令运动员在电视画面更突出。又說相比創出三項新世界紀錄的上屆東京奧運紅磚跑道，今屆賽事跑道的材料和內部結構更為優化，可以減少運動員體能消耗，從而表現得更好。奧運開幕式將於7月26日在塞納河周邊舉行，到時大約160艘船會在塞納河航行大約6公里。法國總統馬克龍說有信心開幕式會取得成功，但是補充法國並不天真，如果存有安全風險，當局會有 B 計劃甚至 C 計劃。其中一個選項是將開幕式改到面向艾菲爾鐵塔的特羅卡德羅廣場，另一個方案是改到室內，在法蘭西體育場舉行。無線電視記者陳慧珊報導。